UC 等一下直接用改的，我要把那个毒药那一只改成 COC， 应该还行吧。干，这样又要弄装备。I'm not up to that just yet。来，让我想想，这只要改怎么样？这衣服怎么那么厉害？双咬刺骨，这个是不是散打看到就射了？哎呦，这一条蛮漂亮的哦。等等，这些水可能可以直接用哦。我这些水先放这。哎，哎呀，他自己。他自己跑到他该去的地方了。他自己穿上去了。他的 build 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用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至少也是冰伤的，所以好像有一些东西是，有些东西可以合体一下。不需要撑杠性，一条魔血就会满了吗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看看。好啦，先开杀了是不是啊？看我的后悔居然没了，妈的，那个野打，操妈野打，妈你妈死，把我后悔吃光光，野打真是妈赔钱货。来了来了。有魔血一定软爆吗？这只是不是本季最豪华的一只？下季见，下季见。我是不是可以完全不管我的抗？这个腰带有这么牛逼吗？有猛到我可以完完全全不管吗？这一罐水75混抗欸，嗯，这一罐是免疫冰环的，应该会需要一罐爆绿的吧，对不对？这一罐刚好有洗到40抗啊，两颗虫膏丢在你那里了，哈哈哈哈。谢谢你帮我捡到，哎，要还给我吗？没关系啦，我们现在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留着啦，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牛逼喽。这样让我想想，这个上面才40抗，效果加95%，一罐抗直接爆开，我只要找一件装备有混抗就解决了。干，这个腰带也太舒服了吧！不是啊，这腰带一件我都不用考虑太多的东西，欸，就是我装备随便找，欸，怎么这么爽啊？我现在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有点迷惘，对，太强了，忽然不知道怎么玩。我操！哇，你这个好猛哦！攻击爆爆球，生命恢复率，哇，应该就差不多长这样子的衣服。你野打的衣服吗？野打的衣服。那，啊，你怎么有一整套？
是不是长这样？看一下哈。对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想要不要开，不要用憎恨包，因为我觉得活力集回有一点重要。我想要尽量以能够活力集回为主。Thank you。这个拿去做项链哦，项链。应该是冰冷跟智慧宝石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冰冷跟智慧，你这个有魔力，要你这个，我不如自己捏一条，充满梦想。这个感觉，这个没有血，我好想要有，我想要有血的，是不是要血一下？而且。不要血的话，也应该要上减消耗吧 ？COC 魔力现在不是很大的问题吗？应该是吧 ？COC 的魔力应该是现在整个就是最缺的东西，应该就是魔力吧？还是我误会了什么？要血不是啊，血还是要尽量要有一点的吧？血虽然说没有也没有关系，但是。但是也要尽量要不能太低吧，是不错啦，但是，怪先死你就不会死。好了，我们先以伤害为主，我们先以纯伤害为主，然后到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不够，再来考虑其他的，好不好？超过2500丢脸，不是哎、欸，妈的，你们才丢脸吧！一票妈躺在地上的话还那么多，干死人是会讲话是不是？我们先随便来张图看看，好不好 ？Great Wolf Hungers, forgive me, Isamia。我们伤害好像有点东西啊。让我看一下我的暴率啊，暴率在哪 ？COC 没100%，我们是不是他妈砍人物算啊？需要吗？Thank you， 太神了吧！我感觉这件好鬼哦，这也太鬼了吧！这件是高尚暴率，高尚篮球，带一个法爆。Holy shit！ 重点是他连前缀都很鬼，怎么就是冰毛的？你怎么敢抄啊？这个这把弓啊，失败品。你的意思是说你身上还有一个更猛的，是不是？上崇高石加加，等一下。我知道这一把可以干嘛？这一把可以拿在后面，我们可以射一射，可以换成射一射，可以换成冰矛。不准笑！